终生你哭的了，我是佛法的大慈大悲，世间佛陀的独生收看《爱护生命》卡通动画系列。患难见真情。有一位修鞋师傅老李，虽然他每天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，但他却是个热心肠的人，看到别人有困难时一定会伸出援手。老李，我看你每天都出来摆摊呢。哈哈，我可是风雨无阻的呢，我没别的本事，就靠修鞋赚个钱吃饭，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呢。哎呀，我的钱包怎么不见了？真该死，一定是被扒手扒走了。惨了，现在连坐公车的钱都没有了。来，这钱你拿去坐车吧，以后出门小心点，最近这附近扒手很多呢。谢谢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好了，公车来了，快上车吧。老李，你还是这么古道热肠啊。这没什么啦，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嘛。有一天早晨，老李出来摆摊的时候，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狗。小狗的腿像是被车撞到了，它满脸痛苦地躺在地上。李大叔，这么早就要去工作呀？是啊，今天天气好，早点出门。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嗯？咦，那只小狗好像受伤了。嗯，好像是哎。这附近经常会有猫狗被汽车撞到，我想它可能也是被车撞了。是啊，这个路段经常出现这种事情，前几天就有一只狗被车撞死了。老李来到了那只小狗身旁，仔细查看着。那只小狗的后腿似乎伤得不轻，它看到老李后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叫声，像是在恳求老李的帮助似的。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啊。看样子伤得不轻，应该是活不了了。是啊，我看就别管他了吧。他好像只是后腿骨折了，我想应该不至于会没命。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。老李将那只小狗带回家，悉心照料着，并用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一些好吃的给他，还帮他取了个名字叫小李。小李，香喷喷的牛奶来喽，喝吧，你受伤了，要多补充些营养才行。
慢慢吃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，小狗的腿伤竟然痊愈了。从此，街头多了这么一道风景，休闲的老李身边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一只小狗。小李，走，我们工作去喽。哎，李大叔，这只小狗就是你上回捡回去的那只吗？是啊，就是它。它当时伤得那么重，没想到还真的让你给救活了。你看它现在的样子，根本看不出曾经受过伤啊。是啊，这段时间它似乎也长胖了不少，看来李大叔可没亏待它呀。小李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现在有他和我作伴，我当然要好好待他。李大叔，你看，他好像听得懂你说的话呢。狗是最通人性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心里自然是知道的。转眼间，小狗长大了，也越来越聪明，它甚至可以自己去帮老李买午餐。李大叔，快中午了，我要去买午餐，要不要顺便帮你带一些回来？不必了，等一下我让小李去买包子就好了。李大叔，小李现在可是这条街上的明星了，只要提到会买饭的狗，那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怎么，难道这只狗会自己去买东西？是啊，厉害吧。大叔，你现在可以叫你的狗表演一下吗？我还从来没看过会买东西的狗呢。好啊。小李，我们今天中午吃包子好不好啊？好，那你去买份包子吧。天哪，他竟然还会看红绿灯啊。是啊，我可不想他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到。你让他去买包子，他不会偷吃吗？不会的，他很懂事的，绝对不会偷吃的。哎呀，他回来了。买回来了，那我们吃饭吧。这么香的包子，他竟然不会先偷吃，真是了不起啊。小李，来，这是你的，快吃吧。这一天，老李照例让小狗去买午餐，可是就在小狗过马路的时候，一辆失控的汽车飞快地朝他冲了过来。小李，去买饭吧，早点回来哦。小李，小心。老李飞快地跑到了小狗身旁，用力地将它推开。这时候，那辆失控的汽车冲了过来，将老李给撞飞。小李，快闪开！撞到人了，撞到人了，快叫救护车呀！
老李的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撞击，他再也无法行动自如了。医生，为什么我的腿一动也不动啊？哎，你伤到了脊椎，以后没办法再走路了。啊！几个月后，老李再次出现在街头时，轮椅成为了他的交通工具，来回于修鞋摊和家之间。哎呀，李大叔，你的腿不能动了，我的脊椎受伤了，以后得靠这个出门了。哎，可怜的李大叔。然而每当遇到上坡时，跟在老李身后的那只狗便会伸出前爪用力地推着它，来帮助老李上坡。日复一日，从无间断。因此这只对老李不离不弃的狗狗让附近的居民感动不已。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不论你是富裕还是贫穷，也不管你是健康还是残疾，它都会忠诚地守护在你的身边，终生与你相伴。天伦梦碎的小巷，在肯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里，有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在那里生活，有斑马、羚羊、牛羚等等，还有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。非洲象身躯庞大，是目前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，它们喜欢群居，每一象群里都会有几只母象和小象。欧文，跑慢一点，别摔倒了。妈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会再摔倒了。你看我跑得多快呀。这只刚满十个月的小象宝宝名叫欧文，它和妈妈生活的这只象群数量越来越少。虽然大象在草原上所向无敌，但是盗猎者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。为了谋取象牙，很多大象都死在了盗猎者的手中。因此国家公园的管理员经常会在草原上进行巡逻。嘿，你看，欧文好像又长大了一些哦。是啊，比我们上次看到他的时候又长大了不少呢。咦，有着漂亮象牙的艾丽去哪儿了？你有没有看到他？没有，我再找找看。该死，艾丽真的不见了，难道是被盗猎者给杀了吗？艾丽一直都是待在这个象群的，现在她不见了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啊。那些盗猎者实在是太猖狂了，我们这几天得多留意一下这个象群，可别让悲剧再发生了。嗯。象牙是盗猎者猎杀大象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出售一根象牙就可以得到一笔为数可观的收入，因此盗猎者把大象视为是活动的金匣子，把象牙看成是令人垂涎的白金，更把偷猎象牙当成是发财致富的捷径。因此盗猎者们总是不惜冒着生命危险，千方百计地去捕杀大象。